啊 ，Go Go Go！你先，哎，小溪，怎么了？很滑哦。Thank you.
我去前面等你哦。好，还是等他们先走。先看过，你才知道路在哪里。然后才不会紧张。你要看清楚之后是从。
边吗？但是太平的话呢，你会那边要走路。哦。还有就是，你先看清楚切过去以后的那条路。是有卡到平。会变缓。所以就是直走也没关系的意思。那你要是没先看过的话，你一定不敢直走。所以你坐缆车的时候要仔细看。有吗？有几吗？有几啊？你看。那里有卡了一坨雪，有关系？哪里？就是啊，就吗？不关他的事啊。是不是上面？哪里？跟那个没关系啊。再试试看哦。现在是一只脚好了，一只脚还没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等一下都会起滑好了。就是现在松松的，只要固定不住，不是。你这个东西不用下去，哎，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、哦。可以啊，就是你要把它拆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。哦。它就会卡住，你看，这个都卡不住啊。哦。没有卡的声音是不是？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不行。不是没有卡的声音，是根本没有卡。滑啦，反正我还没走。
好累哦，这个前进。清楚，我怕是松的，要直冲。我会在那个斜坡上，我在那边等你，然后我带着你直冲。好。不然的话累死。好。而且我觉得我在上面吹风在吹我，有点头晕哎。这时候我有点。你额头会冰吗？不是身体上，是搞一个风被风吹的，然后就有点方向乱了，然后又搞一个路。迷魂啊你！嗯，有一点。你赶快跟他说。在山顶等哦，应该来不及坐缆车了，在山顶等哦。他刚就是关了，所以他刚叫我们不要憋。然后他问，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是不是很多来下？这里给我下来，大家在干嘛？知道是这里吗？没有，重点是我这里要交通下来。是左边吗？在这个走字的左边，直直走。那其他人直直走，很快的流程上。而且，直冲啊冲！你看这个人是直冲的，他走错路了，然后又是直直下去。在这里刹车吗？可以不着刹车，冲下来刹车吗？你直直冲到这边停的时候，你就会变得很方便。所以说，不像你刚刚要走的那边。刚刚那里我从上面开始直冲，转弯地方之前就是冲到冲到。上去呀、啊！是啊，他才要把我运上去呀、啊。吹的有点方向乱掉，会有那种感觉。
那我们都跟着赖美华吧。哦、应该不会带错路吧？我顶多就是走很慢，还是下得去的，不要太窄就好。应该，应该是，他应该还卡在山中间之类的吧。我等你的车没那么多台。吓死人！他鞋子不能绑，很可怕。对啊，不过以这里来讲的话，就是要走回缆车站往下坐。你觉得我们搬家那天是要坐8点的车，还是8:55的车？都可以。其实我觉得啊，本来是说要看风景，但是我觉得晴天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白马连峰也看得差不多了。所以啊，盐业，因为盐业的滑道没有这里那么多，然后原来的期待只有说山顶的一些红线滑一滑，那也就那几条而已，4条而已，诸如此类。所以盐业是观光跟休息性质，不会觉得非常可惜。那盐业雪票便宜，应该也是这么一回事吧？没什么雪道呀。就是它，它就是一个山。我忘记帮你看了，你也都是水。镜头吗？镜头吗？对。你的没有你的都是好了。为什么我的有，你的没有？搞不懂。看你们冲哪去？就是他们超没有什么负担啊，不行就坐下算了。我感觉脚踝很累。那脚踝应该也是不能动的吧？他们应该是累，也是一样啊。前面膝盖上面那两股肌肉。哎，刚滑的我完全脚没有酸，这个最上面一起头都是冰。雪很薄，因为你看风，刚看风那么大，都被风吹走了、啊。对啊，赶快去找他，他应该在那里等吧？要是没有的话，睡着了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好的哟。因为已经没有车了，这台不能坐了，所以现在就要切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，好、啊，你带路了。而且我刚刚走线滑下去的时候，还倒退路，因为风太大，更滑不下去。滑不动，滑不动。
去啊。到你，哎，后面扎成一团。太慢了。我所以
好累哦，脚这个很累啊，我都在自己用推。怎么了？保留一点高度，因为我们这里都已经送不下去了。那我们找林间道回去啊？可以吗？中间尽量不要刹车啊。好。我吗？不要不要，你的话随便你。你先去。我后面在上。那这样我们就不用走那个红线了。好。好啊。这样子。好啊，那走吧。接到风筝的话，他们飞的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不是单烧用的那个吗？不知道了。哎、欸，那里很断差哎、欸。No, no, we have to, because if we don't cut left, we end up on the right hand side. It's really hard to get back. So I can't remember how we did it last time. Yeah, I think we just. Just kept cutting left. Yeah, just keep cutting left and we'll end up left completely.所以这是红红路嘛？对啊，是啊。但是已经没有上午那么湿了。有，嗯。对啊。好一点。比较硬了，现在温度比较硬。有没有好一点？没有早上那么酸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嗯。哦。很忝死。不过我这样滑也热起来了。嗯。没那么酸，但是还是要花力气。对啊。累累的。奇怪，我拉链到底怎么了？好了。好了。好了。我决定一次走斜一点，下降多一点，这样比较快就可以到。你觉得这个策略怎么样？
你就下去，我很快就来了。你是？我是跳跳跳都撑过去以后，突然就摔倒了。好累哦。对啊。剩下那一小段嘞，非常小段。来啦，我一下。不用啦，很狼狈。不用啦，啊！又要摔倒，又要摔倒。很恐怖吧？有没有很跳？早上更跳，而且是湿的。好热。超热。才救得了你。你刚是呵的时候，头赶快往前顶，就好一点。因为他太跳了。对他跳没关系，你只要身体在前面，就在你的掌控之下。哦，好累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最后一段了。没有，你上午也是摔上面，下面就没事了。真的吗？对，这一段不行，这一段比上面滑，所以这段都没事。
我觉得是我的脚还不会吸收那个跳跳，我只要被跳跳，我就。才会吸收。对啊，我就很紧张。他说我会摔，我都是倒着摔的。对啊，你要怎么做成倒着的？我也搞不懂，我刚没懂。就不知道啊，我常常倒着摔啊。也不是摔啊，就只是停下来而已。哎呀哎呀！你们还要滑吗？不要了，回去我觉得就休息了。哦，我累死了，那我休息。三点半了，我每次都是上面三点半就滑下去，就没有再滑了。我屁股好像快抽筋了。嗯，用太多那个。哎呀！好，好，我快热死了，我先把衣服拉开一些些，我里面快热死了。一只脚就能撑住你，一只脚。你有看到我拉到拉链吗？有啊，里面也拉开了。我没有，我很热。拉开了。好。好。已经不是高度吓到我，现在是跳跳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样滑是不是很安全？你先看我滑就好不怕跳。
哈？有一个树林天气，就是树林啊，就是提前到。你要小心哦。哦，好酸哦，哪里啊？你要小心哦。啊。快热死了、啊！还说今天不要滑这红色，还是一样啊！你还是要去滑滑。我全身放很软，在那甩来甩去的，在快累死了。等一下还要滑吗？我不要了，我回去，你们要滑你们。你们要滑再滑，我不要。滑完回去。啊，好酸哦。我刚刚这样走下来，然后走这边啊。对啊，那这就是我们第一天第一趟滑的线。然后走中间去了去。好，那走吧。林间道哦。现在直冲吧，直冲。好深哦！好深哦！好深一道。
你在干嘛？走吧。
穿好啊？我刚刚就跟你讲过了，你还想滑吗？没有啊，你要？我这晚上也到四点而已、啊，每天都一样时间操作。好热哦。我决定撑一下，滑一下，滑一下，滑一下，冲啊！走开，冲啊！还是不是很快、欸？你现在都可以随便抬脚了耶、欸！你现在都可以随便抬脚了、欸。随便抬脚。我说你都可以随便抬脚了。